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阿弥陀经，遥巡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如是我问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说给孤独院，与大比丘僧1250人区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悉。长老舍利弗、摩诃目坚连、摩诃迦摄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拘希罗、离婆多、周利盘陀伽、难陀、阿难陀、罗侯罗、娇梵波提、宾头卢婆罗多、迦楼陀儿、摩诃劫宾那、薄拘罗、阿耨留陀、如是等诸大弟子，并诸菩萨摩诃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、阿逸多菩萨、乾陀诃提菩萨、常精进菩萨，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区，以是佛告长老舍利弗：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舍利弗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七重兰笋、七重罗网、七重杏树，皆是四宝周匝围绕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、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底纯以金沙布地，四边街道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合成，上有楼阁，亦以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、宜盐饰之。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，微妙香洁。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弗，彼佛国土常作天乐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花，其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衣戒圣众妙花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即以食时还到本国，饭食经行。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复次舍利弗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频伽、共鸣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音演唱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、如是等法，其土众生闻是音耳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舍利弗，
与物为始了，实是罪报所生。所以这河比佛国土无三恶道，舍利弗，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。舍利弗，比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，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种乐同时驱作，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舍利弗，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舍利弗，于汝以云何？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舍利弗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又舍利弗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，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。舍利弗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，于今十劫。又舍利弗，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算数之所能知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舍利弗，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，其中多有一生宝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舍利弗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所以这河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。舍利弗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，执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是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舍利弗，我见是利，故说此言。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。东方亦有阿初毗佛，虽微相佛，大虽微佛，虽微光佛，妙音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现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、明文光佛、大焰坚佛、须弥灯佛、无量精进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现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
无量藏法、大光法、大明法、宝相法、净光法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法，各于其国出广场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现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北方世界有焰坚佛、最胜音佛、难取佛、日生佛、网明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现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狮子佛、明文佛、明光佛、达摩佛、法藏佛、持法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现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宿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焰坚佛、杂色宝花严身佛、娑罗树王佛、宝花德佛、见一切义佛、如须弥山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场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实现。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于汝意云何？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？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经受持者，及闻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。舍利弗，若有人以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，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彼国土，若已生、若今生、若当生。是故舍利弗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而作是言：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于娑婆国土五族恶世、劫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中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舍利弗，当知我于五族恶世行此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佛说此经已，舍利弗及诸比丘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佛说《阿弥陀经》。
Adi Da Fat TV.